得答应过我什么吗？记得，我现在就做攻略，带你去魔雪奇缘世界。不用，这是听我的，你只管跟着我玩就行了。我们现在就去艾莎和安娜生活的二人转王国啦！北山上的冰城王国就在那里。哇，这也太还原了吧！走过国王桥，我们就要开启魔雪奇幻之旅啦！坐上这个木船，就能跟我一起前往艾莎的冰雪皇宫啦！妈妈，你看，艾莎就在我们眼前。Let's go, let's go， 和电影里的场景一模一样，太逼真了！去觅食了，好多可爱的蛋糕呀！雪岭滑雪橇，过山车呀，我可不敢玩。别怕，我保护你。坐上这个就能看见整个阿伦戴尔的美景。好玩，太刺激了，再来一次。第三站，森林小天地，在这里可以和安娜、艾莎近距离接触，还能学习冰雪魔法。景点里的东西都好好看呀！每一次奇遇都是成长的助力。经过这趟奇幻之旅，我发现星星越来越有小孩姐的模样了，感觉孩子真的长大了。